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欢子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摘一点泡吃，这个泡有点小啊。你看这里一片，全部都是。现在这个季节它比较小，但是有很多种的，每一种季节它不一样的。现在是12月份啊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农村娃应该都吃过的这种啊，我已经感觉有点想吃了，有点酸酸的，但是能吃得到小时候的味道，特别多。一年四季都有的，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大一点的，这个比较小，大一点的起码有这个，小拇指这么大。这上面还长了有西红柿，上面还有西红柿，小的西红柿。这个没有打个，这些都没有打个农药，摘下来直接可以吃的。这个西红柿好好吃啊，上面长了很多，都是野生的，这些吃一天也吃不完的。这些小时候大家肯定吃过这种泡啊，一般很多地方这个季节是没有这个东西的，但是我们这里有。哇，这个好大，这些，看这个，现在再多摘一点回去拿着吃。它一串一串的，像那个葡萄一样的。到时候大家小时候吃过或者没吃过都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大家小时候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会给大家拍摄出来给大家看。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欢子TV，我会给大家拍摄更多的农村生活。